新版本新手村中谁才是老大？小伙伴们点个关注好吗？我把我知道的东西告诉你。第一个是我们的卡卡。众所周知，在新手村中，卡卡他是一个萌新，但是在卡卡的下方隐藏着一个大佬，那就是兔美美。并且兔美美在新手村中她可是一个专家，但是不要高兴太早，兔美美的旁边还有酋长，并且酋长的资历是最高的。那么他们三个究竟谁才是老大？今天我和学姐研究了长达3000年，我们找出了他们之中的老大。其实小伙伴们，他们三个都不是老大。经过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真正的老大其实是花小楼。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哟，我们是有证据的。你看，在我们进入新手村以后，花小楼会问我们，欢迎来到米拉星，妮妮迷路了，你愿意送她回家吗？在你点击好的以后，我们会发现花小楼会送给我们3个皮肤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完成任务就可以领取。在我们的主页面，那3个可都没有这个特权呀。在迷你世界中，得皮肤者得天下。